中国人啊？不是不是。为什么你会说中文？为什么不会啊？我们在夜市闲逛的时候啊，碰见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小姑娘，我们拍摄路过她的时候，她居然用中文跟我们打起了招呼，我怎能错过，赶紧凑过去采访了起来。为什么你会说中国？我去过中国。啊，你去过中国？嗯，啊，你去过中国？嗯，去了哪里？哈尔滨。哈尔滨。所以你去那是学中文啊？对呀。真的？啊，真的。你学了多久？一年。一年就能说这么好了？只是一年。一年你就可以说这么好？说的真的很棒啊！谢谢。You're kidding？ 所以你家里有人是中国人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会想到去哈尔滨学中文？啊，不知道，只是在泰国有一点无聊。真的。对。那个，我们在北京。在北京，然后我们是学，我们是做那个 channel video channel， 那 YouTuber 当中，然后我们有很多粉丝，有很多人看，所以如果你有中国的朋友的话，就可以看到你。啊，是吗？你对哈尔滨是什么印象？在哈尔滨待的时间，有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？天气吧。天气怎么样？天气怎么样？很冷，特别冷，很冷啊。跟泰国是鲜明的对比。泰国特别热。所以我去哈尔滨很喜欢。所以你觉得中国更好？你更喜欢中国还是喜欢这儿？这是很尴尬的问题。所以，那你觉得中国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三件事？三个东西。三个东西。不知道啊。Name three things。三个东西。你在东北有吃过烤冷面吗？一种食物，冷面啊，烤冷面。锅包肉。锅包肉，还有呢？然后我去过北京，那个什么呢？北京故宫。故宫。北京故宫。嗯。然后那个。Disneyland， 上海的。啊，上海的。都去了。啊，太好太好。那个回头那个。我方便加你 Facebook 吗？啊，可以可以。回头你要是来中国来北京的话，可以找我。有 WeChat 吗？有。哎，你有 WeChat 吗？好像还没有。At friend。You use WeChat？ You have WeChat？ Yeah， 有。从你中文的流利程度来看，很像是中国人。对啊。可以向网友说几句泰国话以证明你的身份吗？我是 say I like you in Thai。I like you. Yes. 很超酷。很超酷。你。很超酷。Okay, so we're heading back. Okay. Let you guys enjoy your. 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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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哇，太厉害了。谢谢。拜。哇，学一年中文可以说到这么好，真的已经流利到五体用了，厉害！哇，这个偶遇。